艺人 Gino 蔡东威从偶像团体 K1 出道，后来靠着主持节目跨足八点档，演艺事业再攀高峰，至今人气不减，私下常透过社群平台和粉丝交流。近日迎来农历新年，他也不手软，准备大红包给妈妈，用心自制了特别的红包袋，一打开就是整串钞票，让妈妈笑得合不拢嘴，太赞了。为了让家人开心， Gino 今年在红包袋上玩创意，特地准备了和往年不同的款式，除了封面是舞龙舞狮外，下方折页拉开则是一整串放纸钞的地方，拿起来超有气势。搞笑的是，他事前似乎没量好尺寸，发现钞票根本塞不进去，赶紧 DIY 抢救，所幸成品依旧精美，尤其妈妈一打开看到千元大钞在眼前排开，开心到炸出魔性笑声，直夸太赞了。此外， Gino 还上传和妈妈拍的影片，只见妈妈拿着红包，脸上堆满笑容，猛夸我非常喜欢，我一定要把它保存，当永久的纪念。她站在一旁搂住对方肩膀，母子好感情展露无遗。网友见状纷纷回应，妈妈一定开心到睡不着，红包袋尺寸不合没关系，蔡妈妈应该还是很开心的，太有才了，好孝顺， Tilda 新年快乐。